10月16日，台湾女歌手蔡依林现身中环，出席芬迪手袋系列登陆香港的派对。聊起近期在网上跟粉丝互动时上传有小性感的照片，她直言自己不太会拍照，私底下的生活也很无聊，所以上传了类似性感的照片跟大家分享。我其实不太会拍照，而且私底下我的生活是还蛮无聊的，所以没有什么有趣的给大家分享，就是一直拍我家狗。我应该是最会拍我家狗吧。然后对，只是在网络上跟歌迷的互动就是很像朋友在打闹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有时候就会拍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说到性感，也令人想到蔡依林早前在意大利时装展大低胸的画面，同时也让人猜测她是否有意向性感路线发展呢。我有时候就想要变化，但女生吧，就是想说走不一样的风格，但也没有非要性感不可，因为有时候不用穿太露也可以展现性感，这是我的那个理想。对，明年就是蔡依林入行22周年，她直言如果举办演唱会一定会来香港，但至于会邀请哪些歌手做表演嘉宾，她就表示其实可以蛮多可以邀请的，然后也要看对方的时间，我现在还没有口袋名单，但是如果真的要来香港的话，我会来思考一下要找哪一个搭配比较好玩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